范哥哥，我已经到蓝调了，我在606房间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我操，已经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晚上直播的太晚了，然后，特别晚才睡，然后我刚起来，我也在蓝调，我在八楼，我先洗个澡，然后我就下来，啊，一会儿就下来，十多分钟吧，啊，你几个人呢？我先换一下衣服啊，我就换我准备的直播那个道具服，一个豹纹的衣服，一个皮裤，还有那个马丁靴，然后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！来换衣服了，先等一下啊！这个把它扎在里面，这个就是这样设计的，旁边有拉丝的嘛。怎么样？跟着我拍吗？第一次可以跟着拍，如果是下一次看情况，知道吧？如果是情况得劲儿的话，以后就我自己来拍了，好吧？走。我现在好害怕碰到其他人。其他人会觉得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啊，这么热的天穿这么厚，那个女的会不会看到我这样直接就跑了？你觉得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啊。等一下一定要抓他们的特写啊。嗯，走。606，大姐看到这下。你好。Hello， 哇，你怎么穿这样？不是，我们是拍视频的嘛，主播嘛，这个有啥？来，进去，进来坐啊，进来坐。你什么时候到的呀？什么时候啊？1点多就到了。哇，比网上漂亮多了啊！真的，比连麦的时候好看多了。嗯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坐吧，坐。你也坐呀，啊、你也坐。我这个好不好看？还可以，你专门准备的。我是一个主播嘛，一个自媒体人，这样可以理解吧？嗯。就看到第一反应是什么感觉？惊讶。惊讶啊！除了惊讶，还有没有其他感觉？有，帅气。帅气啊！好。这个是这样的啊，上次我们不是连麦说了吗？然后我这边一个是。需要一些女孩子一起拍视频，嗯、知道吧？拍视频呢、啊，可能就是平常生活上啊这些，一起玩，一起直播，一起去拍视频啊这些啊。然后呢，我也想找一个女助理，知道吧？嗯，知道。就是每天就帮我。拍拍视频呐、啊，或者是照顾一下我有什么，你就有什么事情，你帮我记录下来，提醒我一下，有什么事情我跟你说，你去帮我处理啊这些。这样的话，我这边是第一个月试用就5000块钱，但在荣昌来说的话，5000块钱还是可以。你也可以拍视频，也可以直播，知道吧？然后可能有些时候就需要加下班，像晚上。晚上有些时候我们通常要直播嘛，对不对？晚上通常要直播，直播得很晚，可能有些时候需要你在后面站着呀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一个女孩子戴着墨镜呢、啊，站在我后面，加一下什么班啊、加下班，这种你能不能接受？就，可以啊，可以接受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每次我都要问这个问题啊，上次在直播间也问过。嗯，就你有没有男朋友？哦，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没有啊。就这种情况，肯定作为
如果有男朋友的话，他肯定接受不了，嗯，知道吧？嗯，你想一想，晚上经常要加班这种情况，对吧？等一下男朋友肯定要说呀，就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对吧？会是吧？哦，啊，没有没有。像晚上加班这些，你能接受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哦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个工资你觉得待遇怎么样？工资待遇啊，这个不重要。这个是不重要。对，这个重要的是啥？重要的是跟你一起直播呀。就喜欢跟我一起。对。啊啊啊！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啊，我们就实话实说，就是我们也这样在一起啊。如果是大家相处的好，你肯定就要尽量在这里长期待着啊。你能不能接受？因为你现在是在重庆嘛。对。啊，如果在这边工作的话，肯定要去租个房。到时候你租房的话，我补助一半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补助太多了，因为发了工资了。我这边。还有这个也是我的助理，但是男助理用起来了就没有这么方便，知道吧？很多事情他就没有这么细心，啊，像女助理的话，我觉得相对来说啊也能给我们增加直播的内容，视频的内容更细心一点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这次过来，今天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，就是说这个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，因为我那边还有其他的是没有处理好，就是需要考虑一下。需要考虑一下啊。对，需要考虑一下。可以吧，可以，嗯，你考虑一下，你尽快就是3天之内给我一个答复。好。如果你这边确实不行，我就另外去再找。当然我希望你也是荣昌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也是荣昌的。这样更好，大家在一起，大家知根知底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你哎，你今年是多大了？我吗？我98年的。98年。23岁。哇，好好，23，挺好啊。23岁。这个年龄到位啊。嗯。你之前说你当过模特的吗？对，就是做服装的。做服装模特。对，就是穿板。不是，先我看看，你看，转一圈。挺好挺好啊，我跟你说，要是我们在一起直播的话，你站在我后面的话，戴个墨镜就这样，绝对酷棒了啊，长得也漂亮啊，真的啊，非常不错。多的就不给你多说了，这一次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大家你好我也好，好啊，好好想一下，啊，我会考虑的，3天内给我答案。好好好吧。然后晚上啊，就是我直播，我应该就在上面。然后，到时候是我下来也行，你上来也行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好，这个最后拥抱一下吧。好，好吧，好。嗯，好好好，非常棒啊！然后这样吧，小鱼，你先上去，然后我再跟他单独聊一下，就是直播啊这些需要怎么去做。嗯，对吧？好的，好吧。好，嗯嗯，好，先拍到这里，你就先上去，好吧？好，拜拜。你们聊得愉快，拜拜，拜拜。